环保署在铜锣湾、中环和旺角的路边监测站录得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0至180的甚高水平，而在11个一般监测站录得的空气污染指数就介乎在68至124，全部属于偏高和甚高水平。当局呼吁患心血管或者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士避免长时间逗留在交通繁忙的地方，并尽量减少进行体力消耗的活动。香港宽频电视记者郑汉成报道。